学生不乖乖在家念书，跑来市场干什么？奶奶在市场赚钱赚得这么辛苦，我连忙都不能帮忙。没有被穷苦日子击倒的刺印，过着积极乐观的日子。功课好，家世好，没有人不羡慕你。要签名吗？你只是个被满满自卑感淹没的普通人而已。你还是面对现实吧，你赢不了我的。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帝英和刺印水火不容。你奶奶的葬礼多亏我妈帮忙才办得成吧？我绝对会报答，从现在开始我会一样一样的报答她。5月18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天国的眼泪》。